是黄恩信弟兄，好好黄恩典恩相信的信。那我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，那个时候在九度会所聚会，那时候跟高一大的弟兄们常有相聊。那个时候大一就是培安，现在时间过得很快，才进到升大四。那我目前是在屏东县的潮州镇召会，不是？感谢主。我真的很珍赏刚刚弟兄姊妹的分享，那甚至我觉得包括我们有在全天服侍弟兄姊妹，我们也都是在和你们一样，我们都在经历这个生命的过程，这个生命长进的过程。那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好，带着姊妹们是548首，458首，458首。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五节，唱一次就好。那唱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可以去欣赏一下里面的词。那 这首诗歌跟我今天讲的非常有关系，好，请姊妹就可以看。
圣经节。这里说到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在和本翻译是万事。那这里说到效力要叫什么样的人呢？爱神。今天很多人信主了，但他不一定是爱神的人，甚至称不上是喜欢神的人。可能他连到想到神，他顶多就是有事的时候才来找神。但这里说神啊，这个万有是对一切爱神的人是有益处的。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要看上下文。所以下面29节就说，神也预知，神预知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在这里的益处，就不是指这物质的益处，在这里所指的，就叫我们能够多得着基督，做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有新陈代谢的变化，至终磨成他这神儿子的形象，就是将我们带进完满的儿子名分。那我一直在想说，什么叫做带进神儿子的形象里面？我就想到一首诗歌，大本301首。我们没有时间唱，那我们用读的就好。好，翻到的请读第一节。对不起，读第二节。哦，要像你那样的柔细、宽恕又怜悯、仁爱良善、帮助孤单的、勉励亏心的、寻找犯罪人、不时为难。第三节。哦。每一个美德就是他这个人，常常在很多事情里面，我们就暴露出来，我们实在是不像耶稣。许多弟兄姊妹啊，在信主之后，可能会被同学用耶稣的眼光来检视，会戴上一个耶稣的眼镜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个说这个话实在不像基督。”信主人也讲这种话，信主人也有像你这种反应，我们常常会被人家用这个眼光来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说出一件事，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借着这个万有互相的效力，叫我们能更多的进入这个神儿子的名分里面，叫我们更多有份于神儿子的形象，就能叫我们能够把这位主更多的活出来。那当然，刚才有提到这个管制，它是消极的一面，管制。那其实积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涂抹。那涂抹在圣经的哪里？我们翻到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第2章20节。2章20节嘛，那边有一个注音，那边说到膏油的涂抹呢，就是内住复合之灵的运行并工作。是照着出埃及记30章，那里涂抹的油，复合的膏，是这里完全的预表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重生时，这从那圣者来的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就进到我们里面。我们一个信主的人，当我们一接受主的时候，这个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。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它不是静止不动，它有在那边能够不断的分赐，不断的涂抹我们。叫我们能够凭着这里能够认识这位神，认识神的心意。所以呢，这个膏油的涂抹它是积极的，借着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，将神的心意写到我们的心上，写到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够领会。但是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，不顺服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神太爱我们，他就用了外面的环境，他用外面的环境，可能是你遇到的各样的人事物，他在那里来对付，有的是临时的，有的是长时间的。最长时间的、最能彻底的来，刚姊妹说什么破碎，还有什么这个对付，是谁啊？就是我们的家人。可能你还没有另外成立家庭之前，你的父母亲、你的兄弟姐妹
在那里模拟，可能小的时候是你的弟妹跟你抢玩具了，然后你就告状，妈怎么爸爸怎么这样，然后每天就吵，然后终于吵到一件大了，这个感谢主啊，这个搬到宿舍也好啦，或是搬到弟兄姊妹也之家也好，就开始了，哦，服侍者，你看他怎么这样，然后我卫生纸不讲一声，把我的那个洗面奶蛋卷吃掉了，而且还吃光光哎。这个都是真的有的经历的，对不对？